好，校长、林董事长，还有各位，同学，包括来宾，大家午安。那我想，我们今天当然请供应链董事长林新林董事长来帮我们做一场压轴的好戏演讲。那校长，我们校长，吴校长特别赶来，当然得致一下辞。那等一下，因为他开校会，所以马上要临时要走。那我们首先请我们吴校长。林董事长，还有李主委，还有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林新义董事长来这边呢，跟同学做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哦。那我就特别过来，我想在他演讲之前，我要讲几句话哈。林新义董事长呢，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领袖人物哈。我想他在产业界，然后在政府经济部，当过我们部长，然后在工业院董事长，哦，那他对我们国家产业，甚至于世界的产业，他都非常有远见，哦，那我每次跟他谈话呢，都会有很多收获，哈，就是说他对产业的观点，还有对很多事情，甚至为人做事的观点呢，其实都非常好，都值得我们学习哈。那尤其他非常有远见哦，我是觉得他非常有远见的一个 leader 哦，一个 key leader。那我们交大呢，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培养各位同学将来成为未来的领导人才。那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同学呢，能够多跟我们林夕董事长的学习。那今天在这个演讲里面呢，一定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可是我因为要去主持校务会议哦，就没有办法坐在这里聆听。所以我很羡慕各位同学呢，可以好好坐在这里听一场这么精彩的演讲。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林董事长呢，可以多教我们同学哈，告诉大家，未来怎么样，从各种观点呢去做事，然后能够成功，好，那我再次表达我们交大的感谢，给我们诚意的欢迎，林董事长来这边给这个演讲，好，谢谢。校长、李主任、各位同学，还有来宾，今天下午难得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各位见面。听说今天是通识课程的最后一堂课，是吧？我也知道很多同学都在期末考，是吧？希望今天这个2个多小时的这个演讲跟大家的互动当中希望各位。我希望能够把我的一些30几年来的一些在任何一个岗位上的一些工作的经验，跟一些想法呢，来说给各位听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有一点启发有点启发，也希望大家有所收获收获，而不是好像来上一堂课，好吧？今天呢？我想我定的题目叫《与成功有约》我想将来各位都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怎么样跟成功来约定我们怎么样抱持怎么样的信心跟态度来面对未来的一个这样各位所会遭遇到的，会跟各位在一起的这个环境。我想正确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各位也许有时候会迷惘，觉得说从不同的资讯来，各位会觉得有点彷徨，到底我们会遭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会有遭遇到怎么样的变化？所以今天呢，我想用经济情势的研析，让各位因为在学校念书，你大概比较少接触到整个大环境。我们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的环境，我们的竞争力在哪里让各位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还有我们遭遇到什么问题
遭遇到什么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台湾产业发展的一些新的想法，因为在新的世纪里面，我们必须要有新的思维，然后我们才能够打造一个新的台湾。接下来谈到创新，才能够开创竞争力啊，谈谈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些策略啊，怎么样去创新台湾的产业，还有我们国家的资源要怎么样应用啊。然后最后呢，我想谈一些各位将来都会成为学校离开学校啊，那么我想不管各位继续进修也好，将来总要进入这个社会，怎么样成为扮演一个社会非常成功的一个新鲜人啊，这样作为结语啊。OK， 大家都非常关心台湾的经济啊，到底台湾的经济有什么问题？所以各位一定会从2000年以后，你就会发现到我们的经济遭遇到很多的问题。有人说台湾经济生病了啊，我们有的人说台湾的经济还很不错，有的人说台湾的这个很严重啊，那到底是怎么样？各位可能会觉得很混淆，到底我们遭遇到什么问题啊？那么各位都知道，台湾这五六十年来，我们遭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也一一都把它化解了。我想各位都知道，我们大家非常的勤劳，我们的国民非常的勤劳，非常的努力打拼，很有创意，我们的韧性也很高，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挑战啊。这么小的一个台湾，我们居然能够在世界上大概是15%，哎，就是说世界是第15大的一个经济的大国，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加入 WTO 啊 ，WTO 世界的经贸组织。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可以加入这一个经济的联合国啊，因为在140几个会员国当中，我们是排名前15名，1/10，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反对我们加入啊。所以我们跟中国呢，同时在2001年的年底啊，加入 WTO 啊。台湾呢，经过了几年的发展，我们在上一个世纪的最后15年，各位，上个世纪最后15年是1986到2000年，台湾的经济成长平均是7.3，应该是不错的数字了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表上的中国有没有？你看到7.4、8.4、8.3、9.1、10、10点几，甚至到11点几，啊，那我们回忆一下，台湾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成长也都是8到10，是不是？那么上一个世纪的最后15年，我们平均是7.3，所以台湾可以说是非常稳定、理性的发展的这15年，台湾也由开发中的国家进步到变成已开发的国家，我们现在是已开发的国家啊。那么各位看到这一张图表上面，哪一个是开发中的国家？大概只剩下中国了啊。我想各位都知道，越南啊、马来西亚啦、印度啦，一些东欧的国家，他们都是开发中的国家，那我们就变成已开发的国家。已开发的国家又像棒球这样分为1军跟2军，是吧？各位看到这些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或者德国，这些都是科技先进的国家，他们是1军，啊，1军。那么大概大家知道，他们的经济成长就是2到4。那我们是属于这个已开发国家的2军。各位可以看到，亚洲4条龙就是2军，台湾、南韩、新加坡、香港，这都是亚洲4条龙的2军。那么2军的经济成长率就是4到6，啊。开发中的国家呢，正在往上走，那大概就是6到8、8到10这样子啊。所以我们20年前，也就是跟现在的中国一样，是大概就是8到10的成长了。那台湾呢，一直很稳定的接单啊，很稳定的接单。那么有做出来产品，大概都可以卖得出去，也有合理的利润，所以台湾就继续扩厂、培养人才啊。那么这个就是在1986到2000年的这7.3的成长，我们非常安心的稳定成长。那台湾是面临前有强者，后有追兵。我们的强者是谁？就是这些高科技的发展，高度发展的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它是在我们前面，我们在追。但是我们前有强者，后有追兵，我们后面有一些国家在追我们。
而追我们的国家是谁呢？就是那些开发中的国家，啊，中国啦、印度啦，我刚才提到的啊。那台湾的产品呢，一向比他们呢好，我们大概比他们好5%到10%，啊，我们的产品呢也可以多卖5%到10%的价钱，啊，他们也愿意多花5%到10%的价钱买我们好的产品。但是我们现在会发现环境变了，环境变了，啊，我们发现呢，我们本来离我们有一段距离的后面追赶我们的国家，我们转身一看，它就在我们后面了。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还是比他们好5%到10%，但是他们便宜我们30%到40%。各位知道，这几年共产国家开放了，东欧的国家，你看到很多共产国家，中国大陆也开放了，啊，那印度也开放了。那这些国家过去比较没有参与全世界的经济，但现在他们都参加了，所以忽然间这个世界上提供了大概有30亿的人口，是非常便宜的工资的这些劳动人口就参加到这个经济的整个发展里面，所以变成说我们有一些产业失去了竞争力。各位看看，东西稍微好一点，差不多5%到10%，价格如果贵5%到10%，你可能会买好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如果价格呢，东西差异大概5%到10%，价格差30%，你可能会买便宜的吧，是不是这样？啊，那所以台湾就是会产生，大家不要看到它的表象，就是官场啦、外移啦、失业啦，这些都是结果。其实它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有一些产业失去了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生产的产品，我们制造的产品跟后面在追赶的国家的产品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我们跟他们做一样的东西，我们没有拉开跟他们的差距，我们没有做跟他们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既然我们只比他们好5%到10%，但是价格却差异30%，我们的订单就不见了，啊，所以一夜之间订单就没有了。没有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关厂，我们就要产生失业。所以大家看，果是官场、外移、失业，它的因是什么？有一些产业失去了竞争力，啊，如果经济的循环并不害怕，我们不景气少10%、20%的订单，大家不要害怕，因为怎么样？我们把体质锻炼好，固态热紧一点，迎接未来即将再来的好的景气。但是如果失去了竞争力，我们的订单是一夜之间就变零了，因为他根本不跟你买了。所以你既然没有订单，你就要关厂嘛，你就要外移嘛，啊，所以我们结论应该是这么说，不能说你怎么跑得这么快呢？我想赛跑从来没有跟对手说你怎么跑这么快，是不是？你应该是我们跑得太慢了。也就是说，台湾在这1986到2000年这15年非常稳定成长的过程当中，得来的那一份安定感、安心感，而失去了危机感。也就是我们台湾的产业的升级跟转型太慢了。我们没有拉开跟开发中追赶我们国家的差距，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遭遇到的困难。各位看到我们这一年，啊，这一年我们的经济成长还有5.77%，我们也看到了1999年的年底，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经济就开始出了一些问题了。为什么？我们的 IT 的产业产生了过度的投资、过度的生产，所以库存太多了，国订单变少了。这就是我们1999年的年底所遭遇，特别是在2000年的下半年，这个现象就出现了，全球的泡沫加上网络的泡沫。那么各位看到，这一年2001年，台湾从来没有的负成长出现了，所以大家才会害怕台湾生病了，台湾一定是遭遇到很严重的问题。你看这一年，南韩也由8.5%降到3.8%，新加坡由10.1%降到-2.4%，啊，香港从10变成0.6，你也看到日本是0.2，你也看到美国只有0.8。这一年2001年都是全世界的不景气，遭遇到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中国还是8.3没有影响呢？因为中国的内需市场太大了，所以它的整个 GDP 的成长，外销所占它的比例，占它 GDP 的比例，它内需的消费还是占得比较大，所以它影响不大，它还是8.3，因为它的经济规模太大了啊。那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靠出口为主的一个岛国经济，所以我们的出口当中有35%是靠 IT 产业。那么 IT 产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库存太多，订单减少，台湾首当其冲就是-2.17%。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更严重，就是它的出口占55%是 IT 产业的，是谁？新加坡。所以新加坡它是-2.4%，比我们还要严重，
那么这一年我们经济搬回来 4.64 啊，我们这一年2003年是 3.5， 这个数字非常难看， 3.5 好像进步的不多啊。但是这一年大家都知道遭遇到什么问题， SARS 对不对？ SARS 啊，这一年呢2005年我们就2004年是十年来最高的经济成长 6.15， 95年到现在到2004年是最高的增长 6.15， 接下来是 4.16 4.89， 那今年大概去年大概可以 5.46 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自己的数字，5.7啊不错啊，怎么又是负的啦啊，3.5也不好看啊，其实不应该这样看。我们要看亚洲四条龙之间相对的经济成长率的比较，是不是？所以各位看看这一年5.77数字很好看吧，我们第四名哎。这一年负2.17，我们赢一个新加坡，我们第三名。这一年4.6是输给韩国，第二名。这一年3.5的数字最低，但是我们相对是第一名。好，那么6.15看的数字也很好啊，是第三名。所以我们要看看相对之间。所以同学考试考70分，其实也不要难过，搞不好班上考最高分呢，是不是？啊，那么考85也不要高兴，搞不好你是垫底啊。所以其实要看相对的这个数字。好，我们看下一页。各位可以看到我们2001年是一个负成长，之后就慢慢往上成长，但是我们非常不幸的碰到 SARS 掉下来了啊。然后摆脱了 SARS 之后呢，就一直很稳定的成长，甚至到2004年第一季我们经济成长还到 9.23。 如果看景气的对策信号，代表蓝灯是衰退，这一段时间几乎都是蓝灯啊。那么接下来是代表欠佳的黄蓝灯，以及代表绿色的稳定，那所以这个时候都在这里。但是我们可以从2003年的12月到2004年的9月，连续十个月台湾是代表景气已经活络，甚至有一个月是过热，所以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台湾呢比较稳定成长的这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几乎都是在欠佳或者稳定的当中，但是最近又有两个月又出现了有一点活络的现象，所以台湾受到很多的这个国际的影响啊，是非常激烈的啊。OK，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出口是年年持续成长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进口呢，也是年年的成长。我们的出超的外汇180亿、170亿，这两年在2002年跟2003年，这都是历史新高，从来没有外汇赚这么多的，赚180亿，赚170亿。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外汇存底，2000年的时候外汇存底只有1220亿，现在已经有了2600多亿了啊。其实我们台湾很会赚外汇啊，当然这里不见得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啊，增加是对的，有时候出口多一点进口少一点，那么这个存底就多了一点啊。有时候这些存底里面也有一些外资进来啊，我们希望外资进来是做什么？投资，在台湾投资，对不对？真正从事产业的投资，我们不希望这个外资的钱进来是把股票炒一炒就走了，我们不希望这样子。但是这个数字里面都有这些数字，所以在里面啊，我们也看到侨外投资大概维持在30几亿啊。那么这里的139亿是包括台积电，这个 Philip 他把这些台积电的股票啊这个转换的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突发的状况，基本上来讲应该在40亿左右。但是最严重的就是失业率，大家都非常关心台湾的失业率。2000年的台湾的失业率是-2.99%，是2.99%，差不多3%。但是2001年呢就非常严重了，它从1月份的3.35%一直往上走，走到了5.35%，多出了2%的失业率啊。所以那一年平均是4.56%，接下来是5.17%，我们好不容易努力到5%。然后降到4.44%，又降到4.13%，然后这两年呢，过去这两年是3.91%、3.92%，啊，那失业率大家一定会觉得失业率有这么困难吗？啊，大家知道大家都非常害怕失业，啊，那么失业率是怎么算的呢？啊，我想给各位介绍一下，台湾是怎么算失业率？台湾人口有2300多万，是不是？啊，那么失业率是什么？是15岁以上的才算，大家都说15岁以下不就业嘛。15岁以上的人口呢，大概有1837万。现在，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15岁以上的人口是1690万，1690万啊，而且每年自然增加20万。各位都知道，有些我们老人家离开我们，他离开我们的，但是也有年轻人由14岁变15岁嘛，是不是？所以净增加20万，
所以从1690万到现在是1837万，那各位都是15岁以上的人了，是不是？但是其中有很多是学生，就像各位这样，你没有就业不算啊。有很多老人他已经退休了也没有就业，也有很多的妇女他并没有就业，所以其中只有 58.24% 他是参与就业的。那么这个 58.24% 叫做劳动参与率，所以这么一层大概1000万，是不是？好，现在是1069万，那么我记得2000年是960万，所以 around 大概在1000万，所以台湾很容易算哦。台湾有1000万人要找工作，有40万人找不到，所以失业率4%，很容易算的，是不是这样算？好，但是各位不要忘了，每年有净增加20万的15岁以上的人口，那当然其中的60%是要就业的，是不是？大概12万，所以每一年呢，就业市场就有12万人要参加新增加的，所以你如果非常努力去创造12万的就业机会，那失业率是怎么样？一样，是不是？你这12万就业就只给那个新进的人满足了他们要就业的嘛，是不是？所以你还要降 0.5 的话应该怎么办？12万加5万，是不是要17万？但是你免人怎么去创造这17万的就业机会呢？你看看2001年跟2002年的环境是怎么样，特别是2000年跟2001年制造业产业外移，是不是？所以每一年就丢出10几万的失业人口，营造业也丢出4万的就业人口，那制造业在往下走，工业在往下走，这个比例，服务业在增加，服务业要吸收一些人，服务业需要很多的人，但是服务业需要的人跟制造业换出来的人是不一样的人，是不是这样？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制造业他失业了，我的专长做制造业，但是服务业需要人，我的专长不符合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失业人口当中35%叫做循环性失业。什么叫循环性失业呢？就是不景气，减少雇用，所以因而失业了35%。有15%是叫做摩擦性失业。什么叫摩擦性失业？学校毕业在找工作，他在选择在等待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工作转换工作的转业的过程当中等待的时间，这个叫做摩擦性失业，这有15%。我们最严重的叫做结构性失业，有50%。什么叫结构性失业？我有这个专长，但是我找不到工作，大概有40万人，所以我们失业率在4%嘛。但是也有20万人的工作机会没有人做，找不到人做，啊，这就是专长的差异。那么，所以台湾的结构性失业这样的转变，表示什么？表示台湾过去的产业结构一直在转。但是我们的人力资源的结构没有跟着动，所以有点不符合啊，也就是事求人跟人求事中间不对了，不对了啊。我们看看下面这一章就很清楚了。1986年，我们回忆一下，大概将近12年前，台湾的服务业是47%，工业是47%，农业是6%。但是22年后的现在是怎么样呢？我们的服务业已经到73%，我们的工业剩下25.5%，这是产业结构的转变。好，各位看看，以前在47%的工业当中，制造业还有39%，那现在从25.5%当中的制造业剩下21.88%。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从制造业退出来，但是我想进入服务业，我需要培养我另外一些专长。第二专场需要给我训练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失业会变拉高的原因。好 ，OK，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生产力的提升23%，所以减少雇用7%，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本来就要往上一直提高的嘛，我们不提高哪有竞争力呢？那么生产力的提高，透过制程的改善，透过自动化，所以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了，但是我们的减少雇用了7%啊，大企业的产值占44%，但是只能够提供22%的就业机会。但是最了不起的中小企业，产值虽然只有37.5%，但是它却提供了我们全体就业的63.4%。所以中小企业是非常了不起的，它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但是中小企业在萎缩，一直在萎缩。为什么？中小企业太小了，所以它有时候它的竞争力、他们的创新不够。它的升级不够，它就慢慢萎缩，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才只能够去对症下药，是不是？所以刚才我提到说，台湾是面临了一些问题，我们的产业、我们的经济面临了一些问题。其实问题并不可怕，啊，我们只要面对问题，反而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一定要知道问题原因出在哪里。其实问题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什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对于问题这个事，第一个害怕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各位可能有一些经验，可能有一些亲友一直发烧，在医院检查两个礼拜都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大家都非常慌，这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第二个，面对问题我们害怕的是知道了问题但是我们束手无策，这个也是我们害怕。只要我们面对问题，找到了病因，找到了原因，能够对症下药，其实问题并不可怕。就像我们生病了，医生叫我们打针就打针，叫我们吃药就吃药，医生说你要开刀哦，我们就开刀嘛，有什么关系呢？面对它反而解决问题。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下一页。好，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环境，台湾已经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生存下去呢？我们的产业应该怎么定位呢？啊，所以我们用这一条线来看，各位都知道这一条线是代表它的附加价值，它越高的话附加价值就越高。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产业价值链。什么叫产业价值链？就是我们每一个产品一定要先经过什么市场调查，是不是？市场调查以后就开始做研发，是不是？这是我们受市调做研发的这个阶段。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制造了，是不是？制造之后要做什么？做物流，做商流，做 marketing， 然后我们要去做品牌。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创新研发这个阶段跟做全球整合这个阶段，这两个附加价值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因为它接近客户，是不是？最近客户的附加价值会比较高啊。但是台湾呢，最厉害的是在哪一段？各位都知道这一段是台湾最厉害的，制造跟装配。大家也知道台湾可以做到983，可以做到992，现在可以做到1002，下一个阶段是1001。什么叫九九二？各位知道吗？99% 的订单两天可以出货，叫992。各位了解吗？99% 的订单，他跟你订这个产品订50个，订50个，这个不同的产品订100个，这个订200个，这个订300个，这个订150个，这个订60个，多种少量的产品，我们两天都可以出货。台湾非常厉害，一个货柜里面可以装30-40种东西可以出货。各位可能会觉得说，那很简单啊，订单来了以后我就去仓库把这个货准备一下就出货了，为什么要两天呢？2小时就可以啦。啊，其实是没有库存的哦，完全没有库存哦。当我接到订单的时候，我们接到订单的时候，通知材料商你现在开始生产，通知零件商厂商你开始生产，等到你们都生产完了，检查合格都交进来给我，我再把它加工变成一个成品，然后我自己检验合格，再包装，再出货。我们零件厂商跟材料厂商加上我的时间，加起来我们总共只有2天哦，这叫做9992哦。你看台湾多厉害，只要多种，越多种量越少的，越复杂的，台湾都很厉害哦。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跟我们比哦。但是这个东西毕竟我们很多是什么装配嘛，我们很多是什么代工生产啊， OEM 的生产啊，或者是 ODM 的生产，附加价值比较低嘛。什么叫 OEM？ OEM 是叫什么什么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叫做 OEM， 就是什么，我根据你的设计，你照你的图我就来生产，这个叫 OEM。 但是台湾的很多厂商都已经走到 ODM， 这个 D 是什么？Design， 我帮你设计，你需要什么东西我帮你设计啊，这个就是 ODM。 像我们的晶圆代工就是 ODM 哦，是不是？我们的 notebook 就是 ODM 哦，是不是？啊，你看台积电啊，联电啊，这些都是 ODM 啊。你看我们的 notebook， 我们的脚踏车，那几乎都是什么，没有自己品牌的就是 OEM ODM， 有自己品牌的叫做什么 OBM，有 brand， 是不是 brand？ 那附加价值是不一样的哦。OEM 几乎没有什么获利的 ，ODM 还有个几20-30% 的毛利啊。OBM 的毛利当然是更高了，但是品牌谈何容易啊！所以台湾呢，
有的人说台湾就不要做制造了，台湾就去做研发，台湾就去做品牌行销，不容易哦。各位想想看，没有制造经验怎么做设计？没有制造经验，你从来不会制造东西，你怎么做设计？你根本不懂，是不是？就像医学院毕业从来没有去医院临床经验过的医生，你敢让他看病吗？啊，你从来没有现场制造经验，你设计出来的东西能用吗？是不是？所以制造是非常重要的，制造才是一切的工业的基本，所以我们不能放弃制造，只是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制造的方式，我们不再做 low end 的，不再做劳力密集的，我们不再做简单的东西，因为简单的东西、劳力密集的东西，我们做不过人家了，而附加价值也不高，那我们怎么办？我做不过你，我就跟你买啊，我们跟人家买，是不是？我们掌握设计，啊，我们简单的东西跟人家买，核心的附加价值高一点的东西，我们自己掌握在手里，我们掌握品牌、物流、通路，啊，那么简单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一条微笑曲线呢，这一条就是施正荣先生讲的微笑，就要变成这一条曲线，把它往上拉，做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啊，我们要提供。啊，知识密集，所谓知识密集是什么？技术比较高的啊，我们这有特色的、有优势的产品跟服务，高效率的全球整合，高价值的给顾客，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东西啊。然后我们再加上发展知识密集的服务业，往这里走，所以微笑曲线会往这里走，往上走，往上提升，这是台湾的定位。各位回想一下，符合这一个观念的厂商很多、哦。各位有没有骑脚踏车？捷安特有没有？各位都知道我们捷安特巨大有没有？捷安特，他怎么样？他掌握品牌设计，他掌握设计有没有？他脚踏车自己设计，他的品牌是不是他的？是他的，就是捷安特嘛，是不是 ？Giant， 然后他把便宜的脚踏车在国外制造，工资很便宜的地方做，是不是？那个铁管做的一部脚踏车差不多不到2000块，差不多2000块钱的。300多万辆，他在国外做，那么把那个什么玻璃纤维做的啦，铝合金做那个高单价登山车的，一部登山车是6000块、7000块，现在脚踏车有30万的有吧，也有3万块的吧，高单价的、高价值，留着自己做，就这么走，啊，那你看看国外的例子，意大利的皮件很有名吧，历久不衰吧，法国的服饰也历久不衰吧，他们工资都很高啊。但是他们怎么做？设计在手里，啊，品牌营销在手里，便宜的东西到亚洲来买，他就丢给亚洲去做了，高价值的东西留着自己做，是不是都这样走的呢？你看看是不是这样？你看日本的很多产品也这么走的，这些先进国家，我们在追的这些国家，他都掌握了什么东西？掌握了两个附加价值最高的东西，便宜的东西他就到便宜的工资去买，对不对？去委外生产 outsourcing， 对不对？然后核心的东西自己抓在手里，是这样的定位，所以台湾必须要这样走，才能够跟后面追赶我们的开发中的国家拉开差距，这就是我们产业要这样定位啊。下一页，好，我们过去曾经要做亚太营运中心，是不是？各位看到我们在1995年的1月的时候宣布要做制造中心、海运中心、空运中心、媒体中心、电信中心、金融中心，哦，你现在回头一下，没有一个中心有成立，是不是？没有一个中心，你去看看，没有一个中心有成立啊！那一天有一个媒体人跟我讲说，有一个中心有成立，叫做金融呆账中心有成立啊。其实当时候我们就是 IT 产业的制造中心，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这样子。那我们根据刚才微笑曲线的这个想法，我们是不是要做研发的基地呢？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往左边走，要做研发，我们不做研发不行。台湾必须要做研发，没有研发的话，我们都是在做低价值的东西。各位想想看，假如说这个产品是100块钱，台湾呢95块都会做，95块都会做，但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5块钱不会做。这些零件是这些是什么？是关键的原材料或者关键的零组件，我们不会做，我们还是有一部分不会做，是不是？那我们要跟人家买吗？我们去跟美国买，去跟欧洲的国家买，去日本买，但是我们95块钱会做，我们去买这个东西不是买5块哦。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做，他卖你10块，是不是？啊，所以你怎么办？这个100块的东西，所有的利润被谁拿走了？
被他拿走了嘛，是不是？因为你不会做嘛，啊，所以我们这95块钱做得非常辛苦，我们就好像啃一个骨头，骨头肉旁边的肉屑，我们汤也喝不到，大块的肉也吃不到，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研发，不做研发，我们永远被怎么样掐着脖子，啊，所以研发对一个国家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研发，所以我们要做什么？要做研发基地。所以这个时候政府的政策怎么做呢？就是要鼓励外商来台湾设研发中心。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有25个外商在台湾做研发中心哦。你这个研发中心是1亿，政府就补助他2000万补助你。你是5亿就补助你1亿。为什么要在台湾做研发中心？因为研发在台湾做就会用台湾的研发的人才。研发出来的东西就会把订单留在台湾做，是不是这样？它有太多的好处，也培养台湾的人才。各位有没有用过 Sony Ericsson 的第一代的手机？有没有用过？台湾设计的呢？各位可能都不知道哦。所以 Sony 在台湾设了2个研发中心， IBM 设了3个， Dell、Microsoft、Intel 都来台湾设研发中心了，包括那个药，那个罗素药厂有没有？他也来设。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设研发中心，我们要产业要高质化，我们要做高价值的东西，我们不再做低价值的东西了，哦，我们为什么要有自由贸易港区呢？因为我们有很多便宜的东西我们自己不做了，我们去跟很多工资低的国家买进来，所以可以很快的不通关，然后我们可以做深层加工、浅层加工，把它做成成品，很快的在 几小时之内，然后挂成 Made in Taiwan 来出口。各位都知道 Made in Taiwan 比那些国家可以多卖5%到10%吧，大家比较相信台湾的东西，是不是？啊，这就是台湾的定位。啊，我们怎么能做金融中心呢？我们没有资格做。我们当时候银行是很可怜的，银行借出去100亿被倒债12亿，是不是？啊，那个呆账就12亿，所以银行就根本就不敢再放账啦，所以他就收银根啦，啊，啊，对中小企业做收银根，中小企业很可怜的。但是他不敢去收那个体质比较差，因为一收他又倒了嘛，所以这呆账数字就会增加，所以他一看看啊，应该去收那个体质比较好的，我跟他收一点银根应该没有问题，结果那么一收他也倒了，啊，当时环境就是这样。我们哪有资格做金融中心？各位想想看，台湾的银行有哪一家是国际的银行？没有，国内的银行，外商不要讲了，啊，外商到台湾来也是一个 branches， 对，台湾有哪一家银行是一个亚洲的 regional bank？ 都没有。你看看我们国内的银行有哪一家是有一点这个这一个地区的银行，通通没有。所以我们非常务实，先做金融改革，先做金融改革。所以今天呢，不良债权12%左右，大概11.74%，我们现在降到多少？2.15%。所以各位回忆一下，我们当时候的银行股不是都是水饺股吗？6块7块，现在都是18块到20几块了，3倍了啊，哦！所以银行了不起哦，银行把一些呆账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啊，打掉了。OK， 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台湾有没有什么优势？各位看看，我们的台中正机场飞出去，我们到亚太的8大空港。各位看到这里，中正机场飞出去，飞到亚太的8大空港，平均的飞行时间2小时55分，比起新加坡的4小时55分，就快得多了，快了2小时，是不是？我们从高雄港出货。你也看到亚太的6大海港，我们的货只要53小时就可以到咯，平均，我讲平均，是不是？当然你到雪梨是比较远啦，啊，你到新加坡是比较远，但是你到香港呢，这是比较近啦，啊，所以平均的时间53小时，比起新加坡的124小时近得多了，是不是？所以各位想想看，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在哪里？是不是在亚太这个地区的什么中心嘛？是不是？所以台湾是兵家必争之地哦，台湾的地理位置是兵家必争之地哦，我们是一个中心的发散地哦，是不是？各位想想看，日本跟韩国，他从中东买油要回到他的日本跟韩国，一定要经过哪里？台湾海峡嘛。我们如果不让他过的话，你看他要弯多远，是不是？他到这里的话，就不能从台湾海峡回去，他就要绕这边过去哦。所以台湾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啊，况且台湾的左边又有一个什么13亿这么大的市场等着我们哦，中国，而且它语言跟我们一样哦，我们先天有优势哦，
你想想看，日本人到大陆，美国人到中国大陆，欧洲人到中国大陆去投资去经商，我们是不是最有利？因为我们跟他是语言相通嘛，是不是？我们是最有利的。所以那一块市场是什么？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我们再看下一页啊，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竞争优势。所以中国大陆刚才看到经济成长是多少？8-10嘛，是不是？那我们要不要参加它的成长？我一直主张我们要参加大陆的成长。这一块市场当然我们要了。我们难道跟世界宣布说啊，我这一块市场让给你们，我不参加了啊？台积电恐怕也不会这样宣布吧？啊，我们很多产业都是世界的龙头、哦，像我们的晶圆代工已经71%哦。像我们的 notebook 已经是世界82%的市场了，前年全世界的 notebook 有8700万台，台�湾7800万台，我们是82%。刚刚过去的去年，全世界的 notebook 有1亿台，台湾有9000万台，所以台湾是90%，是不是？你看我们这么强，难道我们跟全世界讲说，哎，那个13亿的那块市场让给你们啊？不会吧，我们当然要参加了啊。只是大陆有一些市场，有一些机会，它的土地也很广，对不对？那么人工也很便宜，但是人工现在在一直在涨上来，有没有啊？它有一些优势，它市场也很大啊，但是这是它的机会，但是同时它也有很多风险哦。它风险很高哎，大陆也有风险的，全世界没有，只有机会没有风险的。因为机会跟风险都会同时存在的，大陆收不到钱呢，大陆很会卖东西不厉害，收得到钱才厉害。大陆有三角债，比如说我们欠人家钱都很不好意思吧，都会说每次碰到你都说啊不好意思，那个钱到现在还不能还你，很抱歉。大陆没有，大陆三角债，我欠你钱我不会难过，是因为你欠我，我才欠你的、啊，不然你去跟他要，这叫做三角债啊，你知道吗？啊，然后东西呢就被 copy 咯，没有专利哦。你虽然有世界的专利哦，中国大陆也拿到专利，他照样 copy 哦，而且 copy 得很像哎。啊，但价钱只有你一半呢，他根本没有智慧财产权的观念哦。Toyota 汽车的车子整部被 copy， 价钱一半，那 Toyota 根本不管他了，他说那个品质一定很不好啊，哎。过了2年，发现他卖得很好，哎，因为价钱一半嘛。那大陆品质还不太重视啊，各位，什么时候品质不太重视？由无到有的时候不太重视，只要有就好，便宜就好，这叫做无到有的时代。他卖得很好啊 ，Toyota 终于去把一部车买来看一看。以前他觉得他品质很不好嘛，就把那个车子4个门都拆掉，装到他真正 Toyota 的车子上面去。发现那个尺寸很好哦，精度很高哦，门关的也很好哦，所以是 Toyota 的一个社长问我说，听说这些模子都是台湾帮他做的，对不对？我说应该是。所以大陆 copy 的技术越来越好哦，那大陆的员工对公司也没有向心力哦，你只要把他带到台湾来训练，或者送他到国外去训练，训练完回来第二天他就跟你说薪水加1倍，不然我不干了，只要旁边薪水多一点他就跑掉了，他根本不会感谢公司你栽培我你训练我，他根本 don't care、哦、没有智慧财产权的观念、哦、我在大陆有一个汽车厂，当时我在汽车业，他说你图面给我啊，卖给我啊，我说好啊，那你怎么算钱给我，他说很简单啊， copy 1张2块就付你2块嘛，他不知道一张图面是制作花了多少钱，他以为这个 copy 机走过去 copy 1张2块就付你2块，那没有这个观念、啊、所以风险也很高哦。大陆机会很多，但是风险也很高，那怎么办呢？你应该取其利吧，避其害吧，是不是？你还是要拿它的，吸收它的养分，用它的市场的机会，整合它的资源，但是你要避开它可能带给你的风险。好，我想这才是一个比较啊中间的思考。好，下一页，我们接下来谈一点观念的问题啊。环境过去是少种多量，生命周期很长，品质的要求也很普通，价格还可以，
交期很长，人力还蛮充沛的，设备普通，利益也不错，这是过去的环境。那现在的环境呢，以及未来的环境，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叫做什么？多种少量啊，生命周期非常短，有时候一个产品半年就不行了啊。那么有时候品质要求非常高，价格很低，交期很短，要你两天交货啊，不是992吗？啊，然后人力又不够，又要增加很多的设备，利润也减少。这样听下来好像我们没有什么希望了哈，环境变得这么糟糕，是不是前途一片黑暗？是不是？其实如果这样想的话，环境变得这么不好，我们没有希望，这是负面思考，这是 negative thinking。 我们应该有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思考。就是因为环境变得这么不好，所以最坏的时间可能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为什么？因为环境变得非常困难啊，能够进来参加比赛的人少啊，是不是？门槛变高了吗？能够参加比赛的，没有这个实力的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比赛。如果过去的环境这么还是现在，还是现在还是像过去环境这么充裕的话，我跟你保证所有人都跳进来做，是不是？第一个没有的是什么？利润就不见了。台湾是全世界最会杀价的民族，最会杀价的。你没有听说台湾人不合作的？台湾人是杀来杀去，杀来杀去的，是不是？ Notebook， 我举一个例子，1亿台的 Notebook， 90%我们都哪来的吧？如果全世界的产品你有90%的市场占有率，那代表什么？是不是代表其他的10%都被我们打死了？是不是这样？照理讲我们很强啊，为什么我们杀到利润只有4%？ Notebook 现在是利润只有4%啊，而且他们还在保释总队，还在保能不能保得4%的利润，还在努力的，彼此之间杀来杀去啊。他只在乎你少30万台，我多做30万台，能不能低价把你抢过来，而不是合作来抢韩国的订单。几年前我们国内的 notebook 厂商不是都合作吗？合作起来抢韩国的订单呢，我们才会由世界的20%、30%、40%一直上来的，很团结哦。现在到这么高，大家抢来抢去，杀价递增，这不对的。能够占世界90%的占有率的产品，是不是我们应该彼此有一点默契，要有个合理的利润啊？是不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Notebook 里面的最重要一个 CPU 是什么？是被 Intel 控制嘛？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5块钱，有没有？ Intel 已经把一个 Notebook 的最多的利润都赚走了，我们不会做了，是不是？这是台湾的问题。大家讲好9块卖10块，不要乱杀价哦，有个默契，是不是？啊，有的人就大家报价就报10块，通通报10块。但是有人就是晚上会跑到国宾饭店去敲门，跟这个 buyer 说，我表面还是报价还是报给你10块，因为我们同业之间不能杀价，但是我可以退1毛钱给你哦。那意思是什么？9块9，我报10块，其实我是卖你9块9。那这个 buyer 当然很高兴哦，哦，你9块9啊，那你多少？9块8啊，9块7，9块6，9块5。然后他去跟这个9块9说，你已经不够看了，人家已经9块5了。好，9块4，9块3，9块2，9块1，9块，9块有没有人做？成本9块哦，有没有人做？有。不料的是贪呐、啊，了解吧？没有亏钱就是赚呐、啊。8块8有没有人做？照杀，有。减料的是贪呐、啊，这是台湾的厂商，不合作，不合作。我刚才讲那个5块钱卖10块钱的那个东西啊，国外的厂商是非常合作的哦。第一个不多生产，第二个不杀价，通通卖2倍，利润很高，然后只赚这么多钱，继续培养很多技术人才，继续研发更高的产品，然后他们获利很好，这是良性循环。我们呢，杀来杀去，越杀越低，越杀越低，赚个工钱都没有。我们其实产业脑筋要清楚啊，我们确实是不对的啊。那么大家就开始想了，9块钱卖10块，现在已经烧到9块啦，8块8了，没有钱赚了，怎么办啊？啊，那么就想说，好，9块钱里面2块钱是工资，
那我搬到大陆去，公司变成两毛，大陆工资是台湾的十分之一嘛，是不是？工资两块钱，搬到大陆去变成两毛，那我就可以赚一块八，这样对不对？算数好像对了，是不是？工资两块变两毛，不是赚一块八吗？没有错啊，但是你赚得了那一块八吗？我跟你保证，你赚不到。因为你搬去大陆，他也搬去大陆，他也搬去大陆，通通搬去大陆，两块钱的工资，大家条件一样，通通变成两毛，是换一个舞台继续厮杀而已。你会赚到那一块八吗？而且如果我是 buyer， 我也知道你的工资原来两块，现在变两毛，他马上叫你一块八减掉，因为他知道你工成本已经变成两毛了吗？是不是？那怎么办？搬到越南，越南又是大陆的一半。是不是？那两块钱就变一毛，是不是？然后全部在越南杀一阵子以后，全部搬到徽州，是不是？六十分之一的工资，这样对吗？工资对于一个产品来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那是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不同的环境之下造成工资的差异的时候有差别哦。如果你在同一个地点的话，工资有什么差别？没有。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工资是不是唯一的因素，工资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你成本很重大的结构之一，但是它不是全部。如果你没有特色，你搬到哪里都一样，没有特色搬到哪里都一样。什么叫特色呢？各位看看，想想看，产品要有特色，服务要有特色，人也要有特色。你没有特色，人家为什么要选你？各位去回去吟味这一句话，你去回想一下，你的产品没有特色，你的服务没有特色，你的人没有特色，顾客不会选择你。各位想想看，如果东西都差不多，没彼此之间没有特色，你怎么决定要买什么？你购买的决策是依什么来决定？便宜就好，是不是？东西没有什么差别，效果都好啊，便宜就好了。如果有特色，你才会去买有特色的东西嘛，是不是？啊？什么叫特色？各位可以用很简单的话告诉我什么叫特色吗？特色就是你没有我有，你办不到我做得到，叫特色。各位还记得？啊，没有特色不一定要选你，是不是？像各位一定是有特色嘛，才会考到这么好的学校，是不是？你一定有过人之处嘛，是不是？啊，你才会选择你嘛，是不是？啊，所以要有特色啊，你没有特色到哪里都一样。你如果说因为工资要便宜，我就搬到一个地方工资便宜一点，不会久哦，因为大家都搬去那里啊，是不是？啊，然后还有比你工资更便宜的国家可以把你拼掉哦。因为你东西没有特色，是不是？你没有一些过人之处，你没有别人办不到的特色，你不会生存的。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环境是因为变得这么困难，对一个有实力的人才是机会。好，你看台湾的厂商这么厉害啊，983、992、1002，下一个目标是1001哦。什么叫1001？ 100% 的订单一天出货哦。你看台湾这么厉害，就是因为别人办不到我做得到，我们才有机会。那么因为进来参加者不多了嘛，所以我才会有合理的利润。如果环境还是像过去这样的话，我跟你保证，所有人都参加比赛，每一个人都跳入这个行业，是不是？那第一个发生崩盘的是什么？利润马上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杀价嘛，所以你就根本没有机会了啊、哦！所以大家常常在讲蓝色的海，有没有？有没有讲红色的海？有没有？什么叫做红色的海？就是大家都在这里面价格竞争啊，拼啊，拼到没有利润，叫红色的海。我们必须要走到 blue sea 蓝色的海。什么叫蓝色的海？我去找一个 niche market。一个有利基的市场，我会找一个做跟别人家做不一样的产品，这叫蓝色的海。但是各位不要忘记哦，蓝色的海的市场很小呢，
大概整个市场的十分之一而已啊，对不对？大部分还是在蓝红色的海哦。所以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在大家征战之中，你把你的条件、你的优势做到极致，让所有人都退出，让这个海变成蓝色的，也是一种方法哦，是不是？好，各位继续回味这样的一句话。好，下一页。好，我们常常谈什么叫传统产业，什么叫做高科技。各位一定会开始 confuse， 我们都用产品来分的。我问各位，纺织品是传统产业还是高科技？你们一定告诉我传统，是不是？好，好，我再问问各位，做机械的、做黑手的、做设备的，是传统产业还是高科技？你们告诉我，一定是传统产业，是不是？那我请问各位 ，PC 是传统产业还是高科技？个人电脑开始不容易回答了。三年前会告诉我高科技，现在可能要告诉我它是传统产业。为什么？几乎没有利润了，是不是？不是用利润来看的，也不是用产品来看的，是不是？其实各位，纺织业、纺织产品现在可以抗紫外线、透气、排汗、防水，太多的功能，还有竹炭纤维通通出来了，订单都接不完嘞。价格都很高哎，你说它是传统产业吗？你像做机器的厂商、做工具具的厂商，哦，我们台湾过去做C级的170万、200万以下的设备，现在台湾已经可以做到500万、800万的设备喽，哦，那个单价都很高哦，每一股都获利都5%哦，哎，那这是一股都5块钱哦 ，EPS 都5块钱哦，股票都是70-80万、10块钱哦，你说它是传统产业吗？啊？所以我们不能用产品来讲，我们只要什么不断的有创新的思维，不断的投入知识的成分，升级转型，它就是高科技。什么叫传统产业呢？是想要用传统的思维，用传统的一些经营的手法，用传统的技术，不求进步，想要继续经营，一定会被淘汰的，那个叫做传统产业，跟产品是无关的哦。观念应该是这样哦。你看看有同样的店，你有没有看过一家在路面上有一家店今天在关门，另外一家同样的店今天在开张，有没有？内容不一样啊，是不是？你不能说啊，因为做那个就是，其实你很多都被列入高科技的，你去工厂看，你会发现它的加工非常简单哦，一点技术都没有，但是它就是被认为是高科技，是不是？所以不是这样子，要看它的附加价值，好。OK， 下一页。好，我们谈谈各位在买产品跟买服务是买什么？买价值嘛，是不是？你是在买价值啊。如果没有价值，你为什么要买？其实各位，你看看，你买一个产品跟买一个服务，你不是都付钱在买价值吗？那么价值是什么？是产出除以投入嘛。其实你付多少代价去买这个产品跟服务，你很清楚，你的付出你很清楚。是不是？但是给你产生的这个产出的部分，就是靠你的感觉了，是不是？你觉得你付了100块钱出去，你得到是500块钱，是不是5倍？是不是5倍？这就是 gain 得到的，啊，有的人觉得我付了100块钱，但是我得到300块钱的东西，这我就是3倍。那这个倍数越高，价值越高，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看看牛排也有一颗200块的，有没有？牛排也有一颗2000块的。是不是？那为什么有的人愿意吃2000块钱的牛排呢？因为他觉得那有价值嘛。皮包也有300块的啊 ，LV 的皮包也有5万块的啊。你为什么会去买5万块的？是因为你觉得 LV 皮包你觉得有价值吗？你难道去买 LV 皮包的时候，你会问他说：“哎，你怎么那么贵嘞？你这个皮多少钱？袋子多少钱？的扣子多少钱？”你不会吧？对，因为有价值你就买了嘛，是不是？因为第一个它设计很好啊，第二个车缝也好，我带着很有价值感啊，我代表身份啊，我认为它有价值嘛，所以你是在买价值嘞，是不是？啊，如果你觉得东西都差不多，那你就买便宜的咯，是不是？你是在欢喜买，甘愿给你赚啊，因为它有价值，我欢喜买，让你赚啊，我还排队买嘞，我还赶快叫我的朋友赶快去买，说，哎，我那个听说剩下2个，你赶快去买啊。
只是认为有价值，我才愿意多付出一些钱去买你的价值，所以你就要加值啊，是不是？哦，你如果说大家都一样，我请问各位，如果咖啡每一杯都差不多，一杯40块跟一杯30块，你觉得内容差不多，你会买30块的吧？是不是？各位有没有去买那个 Starbucks 的咖啡？ Starbucks 一杯多少？90到100吧，是不是？ Starbucks 一杯90到100，差不多吧？我猜的应该差不多，我是很少买啦，但是我知道应该 Starbucks 90到100。请问那一杯咖啡的咖啡豆成本多少？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Starbucks 的咖啡听说才15块嘞，那你为什么要花90块100块去买 Starbucks？ 为什么？你在享受那一杯咖啡吗？ No。 你是在买咖啡吗？也不是。我想你应该在买那一份空间跟时间吧，是不是？你在买美国空间跟美国时间吗？因为你在那里喝那一杯咖啡的时候，你很 enjoy， 你觉得这个空间让你很舒服，那个空间时间让你很悠闲，是不是？你是在买这个吧？不然你为什么愿意付90块买咖啡豆回来泡？不是更便宜吗？20-30块就有了，你为什么要去买？是不是？所以东西是要价值的，让客户觉得有价值，客户才愿意付钱去买你的价值哦，是不是？所以价值的观念可以用几个例子。各位有没有吃过排骨汤？排骨汤大概20块吧，是，只要这个排骨加一点中药就变成什么药炖排骨，可以卖30块嘞。中国人听到中药药炖的都会加一点钱吧，因为那个很补嘛，是不是？那请问20块的排骨汤跟30块的药炖排骨，多付10块钱去买啊，那个中药搞不好只有2-3块，是不是？各位有没有吃过羊肉汤？羊肉汤大概30块吧，你加一点当归，不是叫当归羊肉吗？可以卖50块哦，多卖20块，搞不好当归才8块了。也就是说，加值之后，让客户觉得有价值之后，价钱就可以拉上去，顾客就愿意多付出价钱，价值可以加价。但是增加的价售价跟你增加的成本不一定成比例，各位了解吗？可以了解这样的意思吗？啊、哦，所以价值呢，你要怎么样？每天都在想，我怎么让顾客觉得非常有价值？我看女孩子买化妆品大概不太杀价吧，因为它很有价值，那个价值是让我会有漂亮是无价的吧，漂亮是无价的，所以我不会杀价。你难道买化妆品会问他说你怎么那么贵，你这个盒子多少钱，盖子多少钱，你里面的原料多少钱，你不会吧，对不对？你就买了吧，因为它有价值。所以怎么样台湾的东西要价值？价值。你有没有听人家说到日本去泡温泉，住那个旅馆，一个晚上一个人5万块日币哦，5万块日币是台币15000呢。哦，你晚上去泡那个温泉泡一次，你心里在想，哦，我如果晚上泡10次哈，一次1500很贵呢。你会去泡10次吗？啊，不会吧？他就在卖价值啊，他那个体验那种服务让你的感觉，他是在卖价值哎，是不是？所以你只要让客户觉得有价值，客户就会愿意买，而不是只拼成本的，价值都差不多，内容都差不多，那就是便宜的就买了嘛，是不是？啊，路边摊就是拼便宜了，是不是 ？OK， 下一页。好，我们保健因素，什么叫保健因素？什么叫刺激因素呢？我们人要怎么？人要活动，是不是才会健康？人要活动，朋友要怎么样？朋友之间要流动，是不是？那做生意的，你要让你的客户要怎么样？要感动嘛，没有感动怎么会买你的东西？怎么会对你产生品牌的忠诚度？怎么会去介绍很多的人来买你的产品？所以人要活动，朋友要流动，客户要感动。你没有感动，他怎么会对你产生不同的感觉呢？是不是？好，那么什么叫做保健因素？保健因素就是说，当顾客到你这里来的时候，你对应顾客的时候，态度
是一定要有的，因为竞争对手都有，大家都有，你不能没有，对，这叫做保健因素，竞争对手有的我一定要有啊。但是这个会不会让顾客感动？不会，为什么？因为那是必备的，是不是？我记得我当经济部长的时候，我有时候礼拜天开家里的车子出去加油，一定要去中油加，因为中油是经济部是属于中油管的嘛，是不是？中油是经济部管的嘛，所以经济部长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去中油嘛。各位还记得台塑石油刚出来的时候，中油有什么动作？你们有没有记得？现在大概没有了。台塑石油刚出来的时候，你去中油加油，他会跟你擦窗子，你有没有印象？他会跟你擦窗子，所以我就非常感动，因为过去没有，就非常感动。我就跟他说：“哎，你们现在服务很好，哎，还会帮顾客擦窗子。”他给我的回答是：“台塑有的我都有，台塑石油有的我都有。”我说：“哦，台塑石油也有的有啊，你都有。”我说：“对啊，那这样我也不会感动啊，应该的嘛，因为竞争大家都有啊。”我说：“你应该去想想台塑没有的我有嘛。”我顾客才会感动嘛，是不是？各位去加油不是都送卫生纸吗？我想那些卫生纸对你来讲你有什么感动没有吧？送矿泉水也没什么感动嘛，是不是？都一样啊，只是你卫生纸厚一点跟薄一点有一点不一样啦，是不是？各位还记得台糖也在卖，也有加油站，有没有？台盐也有加油站，如果南部你到南部去就会发现台糖也有加油站，也有台盐也有加油站。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台糖说：“哎，你加油站为什么要送卫生纸嘞？你为什么不能送不一样的？你台糖不是冰棒很好吗？很好吃吗？你这个夏天哦，父母来加油，后面后座坐两个小孩子，你一个人给他一支冰棒啊，他一定很高兴啊，而且保证下一次一定来你这里加，因为爸爸妈妈要去别的地方加，儿子女儿一定要他来台糖加，因为台糖有冰棒嘛，是不是？你要有特色啊。”台盐当然不能送利米亚，对不对？哎，那个太贵了，总不能一直送盐吧？但是你可以送一点纪念品的东西，这个洗澡可以，沐浴乳也可以啊，一小瓶也可以啊，是不是？要跟别人不一样嘛，要有差异化。你为什么要跟人家一样呢？一样就没有特色了，是不是？啊，所以你一定要有什么？要有一些激励因素。这些激励因素是什么？是跟人家不一样的。而是令人感动的、有特色的、超过顾客预期的，顾客才会感动嘛，是不是这样？以前我在汽车公司，我服务我们经销商卖车子，业务员卖车子，一个月大概卖三部，平均卖三部，所以一年大概卖36部。有一个业务员一年卖120部哦，很厉害，一个月都卖10部，很厉害。他8年多就卖1000部了。我们就给他举办一个庆祝，给他100万奖金，因为他是第一个打破1000台的，他就把他的客户都找来，啊，找了这个，他可以找他的家人来，啊，我们表扬，叫他家人在场，同时他也可以请他最好的客户2、3个来，其中有一个客户就现身说法，他说：“哈，我跟他买4部车呢，我跟他介绍33部车哦。”我说：“哦。”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好？他说他不一样啊，他不一样。我说为什么不一样？他说普通交车子给我以后，第二天我就找不到这个业务员了，对不对？钱已经给他了，车子交给我，最多给我一张名片，车子故障请我去哪一个保养厂。对，他怕我车上的那个开关看不清楚，因为都写英文的啊，他跟我贴纸条在旁边写 on 就是开 ，off 就是关，他怕我看不懂啊。啊，他都帮我每一个字条都帮我贴哦，而且教我怎么开哦，然后每天都问我说这个车开得怎么样，哦，他很用心哦。有一次说我早上在地下室发不动，打电话给他，哦，他开一部拖车来呢，哎，还带一个电瓶来，还带2条那个线，啊，我那个车一压死就动了，所以他就没有问题。假如发不动，他就跟我换电瓶呢，再发不动，整部车就拖走了呢，哎，你看他这么。负责，他跟我说：“哎，明天进来保养，明天15000公里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15000公里？”他说：“你以前跑得比较少啊，一天跑32公里哦。最近哦，这4、5个月你跑得比较少，24公里，所以你的码表14986公里啊，差不多了。明天15000了，明天进来保养。”他都知道他每天跑多少，知道他码表多少。
他说我没有空了，明天我要去菜市场。他说没关系，我去菜市场跟你拿车子。他就在菜市场门口把他车子接走了，十点接走，十一点他买完菜出来，他车主已经保养好了，停在对面要回家了，然后后面行李箱打开，跑过来帮他拿行李去放进去，菜放进去，然后叫他签字1500块。我说改天再去你们家收。你看这种服务我有什么话讲？我的小孩子念几年级，我的小孩子生住哪一天比我还要清楚，啊，跟我家小孩这么好，当然不一样啊！吼、哦，我都退不车呢。吼、哦，他这个人很棒哎，这个就是有特色，是不是？让人家感动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要有刺激因素，啊、哦，你要跟人家不一样，啊、哦，所以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特色，各位再回去一下，什么叫特色？啊、哦，没有特色是不会的。我想今天在一个团体里面要被选拔出来做一个代表，他一定要有特色了，是不是？好，下一页。好，那么过去谈到创新，都会讲说是产品的开发啦，技术产品的创新啦，啊，马上就讲到用很多的设备，雇用非常好的工程师啊，然后开发一个新产品。其实这只是技术产品的创新而已、啊、其实在生产的过程，在品质管理的过程，在对应各客户的过程，或者你品牌跟流通的过程当中，其实通通可以创新。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单点的创新，很容易被 copy， 很容易被 copy， 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system 的创新，就不容易了。我想一个餐厅非常有名，菜也非常好吃，但是他的厨师被挖角，他就完了嘛，是不是？这就是单点，容易被 copy 嘛，容易被挖角，是不是？啊，然后呢，你假如是球队，都靠一个人在打，这个人主将，这个人被挖角，你就输掉了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teamwork， 你靠那个 system 在撞的话 ，system 就不容易被 copy 咯，是不是？所以你的 business model。你的创新是整个 business model 的创新的话，就不容易被 copy 了。我刚才讲的那个什么保健因素、刺激因素，是不是那个很容易被 copy 吧？所以我有一个创新是这样做，但是我的竞争对手明天是不是可以模仿了？是不是？所以你应该怎么办？当你有一个创新，你的竞争对手跟上来的时候，你从这里又跑出一个创新。对，然后他又跟过来，你这边又跑出一个创新，让你的竞争对手在后面苦苦追赶，而不晓得你下一招要出什么，你才会成为赢家嘛，是不是？第二个，第一个创新的人比较会被留下印象，后面的跟随者大概比较没有印象，是不是这样？我请问各位，美国第一任总统是华盛顿，请问第二任是谁？你们大概不太清楚吧，是不是？第二个大概不太会有什么印象，只是他拉起来跟你的差距而已啊，啊，啊，所以你要不断的创新，啊，每一个组织的成员都要天天都有新的创新。OK， 下一页，大家谈到好像听到创新都是讲制造业，是不是？都没有在讲服务业，其实服务业有很多的创新啊，是不是？服务业是一个人的产业，它更有创新，更有机会去创新。制造业有时候材料的变更不容易了。啊，工资、材料、水电大概没有什么，这时候固定的嘛，你只有剩下30%的附加价值可以创新。服务业就一个 model 都很容易创新的，啊，那么各位看看我们的冷冻食品是怎么运的，各位去回想一下，冰激凌是-18°C，对不对？啊，冰激凌是-18°C，冷冻水饺大概-25°C，是不是？那冰激凌的生鱼片大概-2°C，是不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啊，饭团大概-18°C，生鲜的蔬果大概-15°C。那你这个是-18°C的冰激凌怎么运的呢？你是不是要冷冻车来运？整部车子里面都维持-18°C，是不是？全部都要运冰激凌，是不是这样做？所以你的货送到 7-Eleven 或送到 Starbucks， 你就是一家一家送嘛，是不是？因为你都在送同一个东西，冰激凌嘛。那车子不是在室内？就一直转吗？而且到了要下货的时候，第一个不能关引擎啊，你这个引擎关掉，那个温度就上升咯。第二个，你把这个货-18°C交给对方的，对方是不是要马上去放到一样是-18°C的冰柜里面，或者他这个冰激凌就融掉了嘛，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方式哦。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如果能够做一个创新，比如说下一页啊，
我们各位有没有去野餐？有没有这种 冷冻箱？有没有野餐，或者是野餐，或者是去钓鱼的时候，不是这个都用这个箱子吗？这个是一个保温箱吗？但是它本身是有保温，但是它没有办法维持同一个温度吗？那你用这个东西做什么？多温蓄冷片，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温度，里面有一种液体，你把它冰成固体，是不是？就像冰箱，我们家里刚有冰，各位小时候有没有冰箱常常去放一点水，开水放一点糖，然后变成冰块再吃，有没有？就是这个道理，你把它变成，然后你这边放冰激凌放下去，它是-18°，然后你把这个-18°的东西铺在上面，把它关起来，就可以维持12小时都是-18°。那你想想看，12小时之内就可以运送了，是不是？那你就是不必用冷冻车啦，用一般卡车就可以运了，是不是？而且同一部卡车里面还可以放不同温度的箱子，是不是 ？7-Eleven 一家所需要所有冷冻的冰，这个-18°的冰激凌，或者是-25°的这些冷冻水饺，或者是-2°的蒸鱼片，通通可以放在一部卡车送，是不是？那就是节省非常多了。所以现在 7-Eleven 大概偏远地区都在用这一套 ，Starbucks 几乎都在用这一套，他要把它推到全世界。各位都知道，送货是什么时候送货最好？交通最少，应该是半夜吧？是不是？那半夜送到的时候，你不能叫人家半夜在那里等啊，因为我送到你要送到那个冰箱里面啊。但是因为我盖起来可以 keep 这么久，你白天再来处理，上班再来处理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送到的时候，只要把门打开，把它推8箱进去，门又关好，又把你锁好，他就走了，就去送第二家啦。所以你上班再来理货就可以了。这样的成本可以降40%哦。所以各位都知道的，大龙货运已经都在用这一套喽。哦，很多的这个公司都开始用这一套，这就是服务业的创新啊，是不是 ？OK， 下一页。好，我们台湾现在是在创新导向，好，创新导向，好。那么三高、三大、三优、三低，也特别是耗能这个部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下一页，我们要做研发，刚才讲不做研发不行啊。那我们台湾是2.52，是占 GDP 国民生产毛额的2.5，那好像看起来日本才3.13，美国才2.68，韩国2.85，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因为分母不一样。啊，我们的 GDP 多少？我们国民生产毛额大概台币12兆，也就是美金大概3700亿左右。但是日本是5兆多的美金哦，美国是12兆美金哦，这个分母不一样，所以我们真正投入才122亿啊。那我们是日本的多少？也是差不多1/9、1/8，美国的20几分之一，韩国的一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投入还是不够的啊，我们还要加紧。下一页。我们台湾的专利呢有57000多项，是不是？我们在美国的专利是5100多项，全世界第4名，看起来成绩很好。但是我们要去看这些专利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不是有前瞻性的？是不是关键的突破？因为台湾以制造导向为主，所以都一直在降低成本，所以我们比较是制程方面的专利比较多。那制程方面的专利呢，就比较是防守型的，不是攻击型的。所谓专利必须要有牙齿，他会去咬钱回来的，这个叫专利，是 attack type， 是攻击型的。大家都知道，台湾一年付出4，收入才1，也就是说，我们付给人家的技术报酬金呐、啊，是好几百亿，但我们只收入1/4。啊、哦，我们真的在这一方面呢、啊、是入超的，所以我们还要加紧，把研发要继续往上做。哦，不做的话，我们每年技术在一直在付那个技术报酬金。我们是不是配合产业的需要呢？啊，没有符合产业需要是不要做了。啊 ，R&D 是 by interest， by important， 不是 by interest。往往学校的研究单位或者是研究机构的研究都会陷入这个问题，就是这是我的专长，这是我的兴趣，我就来做这个研发。其实市场有没有需要，没什么关系，这是不对的。啊，资源有限的，资源有限要怎么办呢？要选择，要聚焦啊，是不是？资源有限，一定是有限的。没有无限的资源，所以资源有限，一定要选择，要 select， 一定要 focus。我们参加奥运不是也要选几项会得牌的吗？不是一样吗？然后聚焦吗？我们一定要选什么跆拳道啦、射箭啦、棒球啦、桌球啦，是不是？我们不会去培养一个跑100公尺的吧，或者跳高的吧？不会吧？因为那个地方不会得牌啊。我们有强有弱，我们一定要选择我们强的地方，集贤好，
聚焦，我们才有机会嘛，是不是？啊，我们被 apply 的程度有多少呢？研发有没有成本效益？刚才讲那个五块钱有没有？人家卖你十块，啊，你做出来九块很高兴，因为现在买十块嘛，不行哎，九块他马上降价变成五块哎，对，本来就应该卖你五块啦，你现在做出来九块，他马上降价五块让你做不成，然后他又恢复十块，是不是？哦，这个是很重要，你一定要三块半，你怎么叠价我都不管，反正我。你应该是五块钱，我就是做三块半，所以你要有成本效益哦，是不是？你有没有 time to market？ 中小企业很多的企业他会告诉你，一年之内我这个技术没有突破，我就关门哦。那你慢慢摸，慢慢摸，一年两个月才开发出来，很高兴，赶快去找这个企业界的老板，说你看我终于研发出来了。他会告诉你，我已经倒了两个月了，我已经在家里休息两个月了，对不对？他那个时间以前没有研发出来就是倒了，非常现实的。你不能在这里没有时效观念了。好，下一页。好，我们有十八项产品世界第一，各位可以看到笔记型电脑82有没有？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LCD 的这个 monitor， 我们是71，晶圆代工有没有看到71啊？我们看到 LCD monitor 67，我们的脚踏车26世界第一，我们也看到八项是世界第二，我们看到平面显示器 TFT LCD， 我们现在大尺寸已经超过韩国了，我们很可能在去年是 total 已经超过韩国了。我们世界第一了，我们超越日本之后，现在可能要超越韩国，哦，我们还在跟韩国41、42还在拼第一名，我们可能去年就超过了，哦，我们看到我们的螺丝螺帽12%是世界第三，下一页。但是我们有个隐忧，就是我们的附加价值在降低。各位发现什么叫附加价值？产品扣掉材料的成本、人工的成本、水电的成本，这一部分我们不太能努力的。啊，的剩下的部分叫做附加价值率。我们由电子零件的32%降到现在17%多，我们的电脑通信由20%降到11%多，导致刚才提到的纺织业附加价值28%，现在还有22.7%哦，表示纺织业是什么？充满了危机感，他们一直在增加他们的附加价值哦。刚才跟各位讲的180亿、170亿的外汇是哪一个行业赚来的？你们一定告诉我是电子。IT 产业、通信产业，对不对？不是，180亿、170亿的都是纺织赚了90几亿哦，纺织的进口23亿，出口127亿哦，啊，127亿，进口30几亿，所以他们的附加价值每一年都帮台湾赚95亿到90亿左右的外汇哦，有一半都是纺织业赚的，所以各位不要看不起纺织业哦，啊，低阶的都出去了，但是高阶的我们都抓在手里哦。好，我们看看台湾的所有的行业的所有制造业的附加价值，27.7%现在降到20.8%哦。你会看到南韩跟美国的附加价值没什么降，表示什么？他们不断的在提升他们的附加价值。所以台湾虽然有很多的产品都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有一些关键的技术或者通路还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所以我们才会越来越薄利嘛，有没有？只能创造微薄的利润，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状况，我们要不断的赶快再投入研发，我们的研发投入不够的，以我们所有国我们台湾人民的这个，特别是年轻人的创意跟聪明，我们真的要多花点力量在做研发，我们是可以赢的。各位看看我们的电子产业、IT 产业，当初我们找日本合作，日本不理我们，因为日本是最怕技术出来的人。所以我们就找了欧美，现在我们电子产业不是做上来了吗？现在日本人回头来找我们了，他发现没有跟我们合作不行了。啊，那这些专利有没有？我刚才讲到我们付了很多钱吗？我们的厂商很可怜的，动不动就外国厂商就丢两个、丢几个专利给你说，请你看看啊，那明天就是要告你了，你侵权了。啊，那侵权的目的是要不是要你赔钱呢？他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你不要进入他的市场。各位都知道 Acer 已经在欧洲第一名了，是不是？ Acer 我们很不容易建立的宏基有没有？ Acer 现在他美国第三名哦，美国第三，所以由第二名的变成第一名，追过 Dell 变成第一名的 HP， 他现在第一名，他已经开始看到这第三名了，所以他就开始要告他。各位都知道 HP 告了 Acer 有没有？我想厂商丢8、9个专利给你说，请你看一看，就是告你了，这枪就拿起来了。各位都有看西部片吧？
当这个敌人枪拿起来的时候，你没有枪，他就开枪了嘛，是不是？有没有看到两个人枪都举起来，看一看，两个人都放下去，有没有看到这样？我们手上要有枪啊，场上要有枪啊，没有枪怎么办？我们自己的专利只有一点点啊，我们专利没有整合嘛，是不是？大家只有一道菜嘛，所以三年多前工研院一年的这个智慧财产的收入才7亿左右，现在已经有15亿多咯。工研院是把自己的菜，把学校的专利也拿进来，把企业的专利也拿进来，又不够又去外面买一些专利，把它凑成一桌菜比较有价值，那这个价值才能够给厂商，而且也能够让厂商来抵抗外面金钱的控诉。他为什么不是要你花钱呢？他告你的目的，他会告诉你的，在美国的经销商，你不能卖他的东西哦，我在告他哦，你不能卖哦，卖了我也要告你哦，就让你进不来我的市场。他的目的在这里，不是要你赔钱。所以我们已经有几个例子，就是说，当厂商被告的时候，工研院就把那个厂商的产品拿来拆，跟他的工业工程师合在一起，我们发现他也侵了工研院的专利啊。我们就把我们的专利跟这个厂商说，我们一个人一家一半啊，权利一半啊，换你也告他，你也告他，你知道吗？你也告他，意思是两边都有枪啊，那这样就好谈了嘛，是不是？我知道有一个厂商，人家要他赔3亿哦，结果他发现这个告他的厂商，我也侵了工研院的专利啊，所以工研院把专利一半给他，啊，付我们3000多万，然后他就跟他告，告到最后他只赔他4000多万，他总共才付。成本才付7000多万，本来付3亿呢，啊！我跟各位讲 ，Acer 现在我们也发现 ，HP 也侵了我们9项专利，我们现在把专利也给他一半，他现在也在告他了。你不这样，我们永远被告啊！一天到晚被人家枪指着我们打、啊，怎么可以呢？所以台湾应该要做一个专利银行，大家把专利都寄到这个银行来，存折都给你，然后这些专利有专人、技术专家、法律专家把它包装起来、整理起来。然后今天如果有人被告，他就可以进来借武器啊，到银行来借武器，借去跟他打，打完了再还回来，对不对？台湾要这样做啊，不然我们很可怜的，一天到晚都被打啊。不过我也跟工研院的同仁说，哎呀，我们家里衣柜里面这么多枪，怎么自己都不知道啊？这个我们要反省啊，是吧？应该要拿出来嘛，给厂商用啊，是不是？好，下一页。好，刚才我已经谈到 OEM 有没有 ？OBM 要做 OBM。而要做全球整合，我们过去都在强调快速量产的能力，快速降低成本的能力。我们 IT 产业特别有三个特性，一个叫 time to market， 当我们的客户有这个需要，那么我们跟他讨论之后，做出一个产品的初步的设计的时候，我们在48小时可以把模具开好，把样品做给他，这是我们最厉害的地方，这叫 time to market。 当我们的样品被合格以后，下个月就可以交100万个，再下一个月可以交200万个，再下一个月可以交300万个，这叫做 time to volume， 量很快的就拉上来。那因为量很快的拉上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time to cost， 成本就会降低，有没有？我们下个月交你100个，可能100块，再下一个月交你200个，变成90块，在后面交你300个，我可能变成80块。所以台湾厉害在这里，第一个对应市场很快，开发很快；第二个，合格之后我很快可以大量交给你，第三很快的可以降低成本，这就是台湾可以 survive 的地方。好，所以我们未来呢还要用崭新的产品跟服务品牌的概念，然后去整合，这才是真正叫做无形的竞争力。过去我们是交给，我们是 OEM ODM， 我们是交给厂商，交给 Intel， 交给 Microsoft， 交给 HP， 现在不是咯，我们将来要面对客户咯。所以刚才过去是 B2B， 现在可能是 B2C 了，就对客户了。你看看品牌价值，台湾的品牌才在2-3亿美金到12亿美金，是不是？你看世界的10大品牌是230几亿到600多亿哦，你看我们的品牌价值这么低，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哦。品牌不是靠宣传而已哦，品牌是要靠有好的产品、好的服务，然后透过顾客长期对你的信赖，它才可以建立出来品牌哦，不是靠一时的宣传就可以哦。所以品牌是要靠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推的哦。好，下一页。好，我们创新台湾的产业，大家都知道台湾两造双新，大家也看到了这些资源处理的新的产业，我们也看到服务业，对不对？特别是流通服务业、资讯服务业、研发服务的，我们也看到一些继承的产品，
哦，我们既有的产品，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精度再高一点，速度再快一点，啊，那么这个价钱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国内模具很强啊，但是光电的模具，一些光学的模具就不会做了，啊，我们的机械设备只要精度再高一点，我们价格可以多卖30%，成本没有什么增加，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啊，这里面已经有增加很多的这个啊，我们国内的这个机械已经可以做到 B 了，已经可以做到200万以上了，到500万、800万了。啊，我们现在下一个目标是要追日本跟德国，啊，所以我们一升级的话，下面这个200万以下的机械已经都被中国大陆的一些国家抢走了啊，所以我们有升级，在下一个还要再升级一段啊，下一页。好，我们的服务业要转型啊，你看看我们73% 的。啊，72.9%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占有率，但是我们的就业人口才58.3%呢，所以我们表示不成熟，表示什么？我们有一些可以输出的技术服务业，啊，资讯服务业，啊，技术服务业或者一些啊会计师啦这一方面的服务业呢，我们是可以外销，我们是可以输出的，这一部分我们发展的不成熟。下一页。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每年应该要成长6%以上的服务业，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附加价值比较高的服务业啊。我们服务业已经有8兆多了，那这一部分是我们应该去努力的空间啊。大家过去谈到 industry 都马上翻译为工业，对不对？应该 industry 是什么？产业才对吧？所以我说工研应该改成产研院才对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工业啊。哦，我们有服务业很多的这个创新技术的创新啊，所以工研应该可以改成产研院啊，英文还可以不要改了，是不是？一样是 industry 吧，是不是？好，我们看下一页。好，国家资源的应用，我想我们台湾啊得天独厚，其实我们每一个单位下的雨啊是世界前五名啊，但是我们雨留不住，因为台湾长又狭长，这个水都流掉了啊，上帝给我们一年的雨量是926亿吨哦，哦，但是我们只能下留下110几亿吨而已，因为都流掉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而且你看基隆河也要蜿蜒狭长啊，支流又多啊，每一秒这个地上游刚好是全台湾下雨最多的，一秒钟的冲下来的雨水是多少？1600吨，一秒。啊，这个一冲下来，到了汐止一定淹水。对，那这个地方又被本来有这样都被截弯取直，然后一涨潮就冲上来，上面又挤下来，所以汐止一定会淹水，啊，所以才想了一招，从这里把它挖一个山洞，叫做盐山子分洪，啊，1600吨的水，1300吨就流到海里面去了，所以剩下300吨留下来，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啊，也只花40几亿，花一年的时间就解决了，所以现在基隆河大概不太会淹水了，啊，好，我们再看看高雄，啊，我想大家可能也有住在高雄。南部也很糟糕，南部半年下 91% 的水，另外半年没有水，只下 9% 的水，所以空枯比例不一样，所以一定要用水库或者是河川把它留下来。好，但是它又不平均，台南县是有库没水，高屏是有水没库，那中间要调度啊。好，但是台南县说我家的水为什么要给你高雄啊？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水是从高雄引过来的啊，这边这样协调之后，从这里把它的水拉一半到高雄才解决。啊，第二个，它的这个上游的水很脏啊，因为这里养了53万头的猪啊，都是猪的排泄物啊，到河川里面啊，所以把它赶掉啊。因为政府已经付了53亿啊，一头猪付了10000块啊，但是这些养猪户不搬啊，所以一个礼拜就把它赶走啦，所以水就干净了。接下来这个水呢，因为长期冲刷又太硬，400多度不能喝，哦。不能喝，所以又把结晶软化，又把它薄膜处理，把那个钙跟镁又拿掉，现在变成100多度，所以高雄才变成可以喝的水，啊，所以现在又在打一个隧道，有没有？他把这个曾文水库是亚洲东南亚洲这边最大的水库，我们都没有水啊，6亿3000万吨只有1亿2000万吨，只有20%的水，所以这里再把它打一个隧道，当这个水非常丰富的水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把它灌满。等到没有水再慢慢矿，这样可以到民国111年的水统统可以解决，哦，不然南部的水也是很大问题。下一页。好，我们看看这个政策的执行哈，各位都知道竹科开发多久？竹科5年半，
竹科整理土地，整理了5年半，厂商开始建厂；南科整理了3年，厂商才开始建厂。但是中科呢，只有10个月。好，所以当时候友达的李坤耀董事长，他来跟我说，他说他要在新竹，能不能给他30公顷？我说已经没有地了，你去台中好了。他说台中太远了，我说不会了，高速公路40分就到了嘛，高铁20分就到了，你去台中。啊，台中那一块地很大，随便你挑。你是第一家，你是挑，啊！我还跟他说150公顷的土地啊，就像 一头猪啊，你要切哪一块，你先去切好了，因为这是旗舰厂商，先到就有带头的作用。结果他一去看呢，他觉得非常好，他不是要30公顷，他要60公顷，哦，就把这150公顷就先占满了这个60公顷，从此带着现在400多公顷都不够了，所以台中带上来是很快的。你看看这个是挂牌。2002年9月3号，我在2003年在协调的时候，国科会说2年，很快了吧？竹科5年半啊，南科3年啊，这里2年已经很快了嘛。我说2年不行哦，2年不是建厂哦，2年是要生产哦。因为2005年的1月，大家都知道 TFT-LCD 的是韩国的三星跟 LG， 有没有？这两个厂的6代厂都是2005年的1月就要生产啦，啊。我们友达不能输给他，我们不能人家开始生产我们才开始建厂，不行，只有那个时候就要生产跟他同步啊。那么退回1年半给他建厂，给他安装设备，我说剩下半年啊，所以他们说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就鼓励大家 Impossible 的英文叫 I am possible， 这是可以做到的啊，你只要同步就可以了嘛，你环评水土保持什么什么杂项执照schedule 没有这样排的啦，你一定可以 synchronize， 可以同步啊，哦，果然就做起来了，半年后就开工了，因为你整理工土地，整理土地跟厂商建厂可以不冲突的嘛，是不是？我们不是必须要新的思维啊，可以同时走啊，为什么一定要土地整个整理好我再进去建厂？我一面建厂，你一面整理土地，中间不冲突嘛，是不是？所以友达就在半年后就开工了，7月28号就开工，然后准时在2005年的第一季，它也生产出6代厂，所以台湾现在大尺寸已经超越韩国，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哈。下一页，各位看到了国营事业经营的绩效。2000年，国营事业这么多家亏钱，经济部的国营事业只赚了300多亿，346亿，其实是靠台电一家赚353亿。你知道这个台电是独家的嘛？是不是？啊，那么中船跟唐龙是亏101亿，那这101亿哪里来呢？101亿实在是人民缴的税啊，人民缴101亿给谁亏掉？给8000个人亏掉，这没有道理吧？是不是？所以赵耀东部长给他100亿亏光光的，员工退休准备金200亿也亏光光，10年亏300亿，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哎，再给60亿，我说60亿也是关门啊，2年而已啊。啊，你们要想办法。他说要花薪水，花不出来。我说我不管，你们自己去想办法。所以他们也了不起哦，47%的人退休哦，53%的人留下来，薪水减3成半。但是这退休的人技术都非常好，他们去组一个公司回来包工作，因为他们技术很好。啊，那中船就整个船身就轻了吗？成本就降低了，所以现在中船接船订单接到2012年，满的哦。也就是未来4年的订单都已经接满了，所以中船现在赚钱了。你看看，他跟唐龙两家已经赚40亿了，啊，这些资料是弄旧了，都是旧资料，你还有新资料才对。2006年是赚了40亿，啊，你可能弄到旧资料哈，啊。那么赚的是原来是亏了101亿，2年后赚6亿，20亿，2006，这个2006年是赚了40亿，啊，所以这个不但不亏100亿。还要赚40亿回来，所以这些没有办法转亏为盈的，全部是清算、关门、关厂。本来就应该这样整理啊，整顿啊，因为人民没有义务缴税给你亏啊，是不是？你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好，下一页，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你看看11.74的不良债权掉到了现在2.16，是不是？好，刚才讲的哈，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啊，亚洲金融风暴好像说台湾没有事，其实不是哦，台湾20几家厂商都爆了地雷股，通通一家一家倒啊。
因为他们产生周转困难跳票，然后政府又给他减低利息给他降息，他又六个月缴不出来才列入呆账，那这个时差刚好一年半、哦、你看看2001年2000年很糟糕，银行赚2800多亿，打消呆账2300亿，那一年又被倒了5430亿，这是恶性循环，所以银行就根本做不下去了，但是银行一直在打消呆账把这个降下来，所以到这2003年，你看他赚的2900多亿，打掉呆账2000，那一年只被倒30亿，所以银行的体质就变好了，就变3倍了啊！这就是银行也很了不起，银行的股东也忍耐了这么多年，他们把赚的钱通通去打消呆账，让他的公司的体质变好。好，最后我要利用一点时间了，勉励在座的很多同学，将来有一天你们一定会进入社会哈。我要讲的是，企业它是要高素质的人。什么叫高素质的人？他要有专业的知识，是不是？他也要有一般的通识，这就很重要了。你们学校为什么会开通识的课？我非常佩服，对不对？各位不是只有 I 型人才啊，在你的专业里面非常深，你必须也要有 T， 对不对？这一部分也要注意。所以你一般的通识，你要有规划的能力，要有执行的能力，要有领导的才能，也有沟通的能力，也要有良好的品德跟健康的身体，这是企业要的高素质的人才。但是我问各位，你们的毕业证书上面有写哪几点？没有吧？大概只有说你经过了4年的这个怎么几年专业的知识而已嘛，是不是？所以企业要高素质的人才，所以高学历不等于高素质哦。但是高学历的人很容易被塑造成为高素质的人，是不是？但是高学历不马上等于高素质，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去培养自己的素质，把它变成一个好的这个符合啊外界的这个需求啊。下一页。那么过去在你们在学校就 single play 嘛，每个人 OPA 就好了，是不是？我每一科 OPA 嘛，我们彼此之间没什么关系呀、啊，对不对？但是出社会就不是了，你是要一个 team play， 是不是？是要 team play， 你要跟人家在一起，你怎么样成就他人，人家也会成就你，啊、哦，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就像篮球队不是怎么样，不是人家没有球给你，你怎么有机会投篮呢？你是不是要喂球给人家去投篮？是不是这样？成就他人，别人也会成就你。好，下一页。好，那你一定要建立主动、创新，不怕犯错。毕竟你能不能干，短时间看不出来。能不能干，短时间不看不出来，但是肯不肯干，很马上就可以看出来，是不是？所以第一个，你必须要肯干，好，一定要肯做，是不是？啊，那么要主动积极，人家看到你这么积极，也愿意把什么，把很多的经验马上给你，有很多的机会都愿意交给你去尝试，是吧？啊，那么不断的创新，随时思考变革，啊，那么要知道 know how 哦，不是只有知道 know how 哦，一定要知道 know why， 为什么？我的儿子有一次跟我说：“爸爸，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跟他说：“这本来就这样做的啊。”过两天他又问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说这本来就这么做的啦，你爷爷奶奶的时候就这么做了啦。他终于忍不住跟我说：“爸爸，我知道你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啊，因为我们人有习惯，对不对？爸爸妈妈这么告诉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了。哦，老师叫我们这么做就怎么做了。其实你应该常常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一定要追根究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要懂嘛，所以不是说叫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咯，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你才会成长，是不是？好，那么另外一个，不要怕犯错，容易认错，是不是？我们人不是神仙一定会错吗？是不是？但是当错的时候，你就告诉人说啊，对不起，我弄错了，请你教我，你就学到了嘛。认错的那一天就是学习的开始，是不是？所以就像衣服穿脏了，你就脱下来洗一洗嘛。它是又是干净的，对，你总不能说都不洗，永远是脏的吧？哈，所以各位呢，做错了没有关系，啊，这个做事情呢，做错没有关系，或者不会做都没有关系。做人不能做错了，做人做错，没有人要给你机会了，是不是？啊 ，OK， 下一页，了解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啊，绝对人没有聪才，啊，认清自己不是天才是好事情，哈，啊，还有呢，你要 working hard， 要很认真做，对。但是你也要 working smart， 要 working smart， 对，啊，那么同样的重要，啊，你只有很 working hard， 但是你不讲求方法，啊，做事情有做事情的方法，是吧？所以你 working hard 也要两个都很重要，啊，你重视效率也要重视效能啊，效率是不管对错把它做得很快，这叫做效率，效能是走对的方向，
所以你的成功是努力要加上正确的方向。好，下一页，你这个是你的专业技术领域的专长，是不是？但是你也要跨领域、跨专业或者跨语言、跨文化，你不要只做一个 I 型的人才，你要做 T 型的人才。哦，你要知道，是不是？你不是只有我专业这一点我知道，其他的通识领域你也要去涉猎，哦，你才会广，哦，你才会广。下一页，而且要先兵卒后将帅，是不是？你一定要学习被领导，哦，你被领导，然后你有才有机会才来领导别人，是不是？你才知道被领导的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因为你被领导过，啊，你带人被带过，所以你以后要带人就可以啊。那么先融入后变革，你到一个新单位不要马上太急了，就说那个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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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对一定有原因嘛，是不是？那有时候你原因还没有探讨结果，你就开始批评那个不对，那个不对。OK， 好啊，那都你来做好了，我们都不对，你来做好了。那个有个洞，你就摔吧。其实有时候虚心求教，去观察，观察清楚。哦，原来问题出在这里，你才能够先融入啊。那么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成功的人长期会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记得我学校毕业，我到一个公司去，对，那么。他就说你来当班长的上面那个叫股长，有没有一股，有没有股票的股？我说我怎么当股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怎么当股长？他说大学工科毕业你是第一个啊，我们公司雇用，所以你当股长。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哎，怎么当股长？好了，果然第一天有一位坐那个车床，有没有那个车靴的那个车床，有一个组长就问我说，哎，股长，这个要车几条？车几条了？我说什么叫车几条？他说你大学念假的吧？我说我本来就念假的吧，我本来天天都在玩啊，我根本没有用功念书啊，我什么都不懂啊，我身段很低哦。他说那你大学都在干什么？我说我都在打撞球啊。他说你会打撞球？我说让你两个黑的，晚上就去把他宰了，啊，宰了又请他吃一碗面，就叫一瓶啤酒给他喝。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啊，我拜你做师傅了，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他很高兴呢，他收了一个大学生做徒弟呢。然后往后他三个月把他所有车床的独门绝技通通教我了，所以我车床很厉害，我车刀怎么磨，车穴什么颜色，我就知道转速够不够。我说这很厉害，我黑手做了十几年呢。所以那一个人呢，一日为师傅，终生为师傅嘛。后来他的小孩子结婚都要叫我去了，我在北部都要赶去了，吼，一定要叫我去，叫我站在台上。他说这个人哦，现在是哪一个公司的副总经理啦，什么介绍了半天呢，其实他的目的只要介绍一句话，他是我的徒弟，这是他要介绍的一句话。但是我也很高兴啊，我有一位这么好技术的前辈，虽然他只有小学毕业，但是他是我的师傅啊，对不对？现在大学生毕业都得了脊椎僵硬症呢，大学毕业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什么都不懂，我就跟你问，我不懂，请你教我。他们好高兴哦，他都会教你呢。对，各位才可以快速历练啊，可以学很多真功夫啊，对不对？你如果觉得你大学生毕业很骄傲，没有人要教你哦，是不是？啊，那么这里面也很常讲啊，我后来到一家汽车公司去，上面都派很多工作给我做了，我心里想奇怪呢，啊，怎么都不派给他们做，薪水都有两三倍啊。对不对？我才3000多块薪水啊，他们都10000多块啊，怎么工作都是我做？但是我把它想回来，我觉得这是给我的机会，所以我做人家3倍的工作没有关系。后来我学很多呢，我觉得我什么都学到了，对，所以后来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奇怪，你怎么这个也会，那个也会？”就是那一段时间很辛苦嘛，啊，每天都做黑手，每天衣服都是脏的啊。对，我记得我女儿。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写的作文写我的爸爸是工人，爸爸是工人很骄傲啊，有什么关系？每天都是黑的啊，啊，所以各位绝对不要嫌弃第一线哦，也不要害怕现场哦，面对问题啊，去深入，用手去摸，用眼睛去看，用身体去体验，对各位都是获得哦，绝对不要逃避，不要说毕业我就不要去现场，那个黑又脏，我要去实验室，我要去设计室。去现场有什么不好？
去现场才知道那个现场的苦啊，才知道热啊，才知道第一线的人他们的 language 是在讲什么啊。有一天你有机会去跟他们在一起或者领导他们的时候，你才知道他们心情的感受嘛，是不是？好，所以是保持进步成长，不能够不断累积成功啊。人家不愿意做的事你都说哪来做？对，这对你来讲是机会啊。有时候你要找这个机会还找不到嘞，是不是？你会发现你们班上有很多团体，你们班上不是有一些同学，他很多人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事他都拿去做，有没有？而这个人大家最喜欢请他当领导人，有没有？因为他任劳任怨嘛，是不是啊？所以有些机会是不错的啊，对各位都是一个磨练，多一个磨练的机会，你绝对不要放弃，而不是说你们怎么都不做都要交给我，哇，我告衰，不是这样的心情，这是正面思考跟负面思考。 OK， 下一页。好，那么我想其实我们应该做对的事情，在正确的时间做对的事啊。你只要去想什么事情你觉得哎应该这么做，正确的时间做对的事情，用对的人啊。我觉得台湾是很有希望的，看到各位这么年轻啊，看到各位这么努力，创意又这么好啊。其实我们只要大家团结不内耗，我们国家很有希望的，是不是？好 ，OK， 好，今天我时间没有控制好，对不起啊，这个晚了十分钟哈，对不起。好，那谢谢。那我们林董事长三十几年来，事实上，中华汽车是裕隆企业的金鸡母，中华汽车其实就是靠他。那后来他当然又在政府包括当过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那历练很多，那我想今天这场演讲，那真的是把那三十几年的一个心得，包括他的经验，完全传授给我们同学。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鼓掌。好，谢谢。那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如果同学 有要请教，我想私底下，因为下一场大概我们时间还有一个要下一场演讲，那我们到此结束，也谢谢各位，谢谢。